三平风景教程，来了来了。他白色涂背景色，白色再涂一层，涂抹均匀。先用铅笔画房子的轮廓，再用刮刀填涂黑色，房檐画半圆形你。再画一层白色，房檐的位置都画上。朱红色画大红日，起势画下部分，涂抹成渐变色。你先笔画树枝，清除涂背景，整体抹均匀，还是眼线笔画树枝。分别用灰豆绿、青盾色画树叶，朱红色点出小花，和第一幅图的步骤一样。挂着窗户，